Shin. Good morning, guys. 下午人在美国 ，right now 是 Saturday， 星期六，不用上课，不用找老师，不用写什么作业 ，just have fun.我等一下呢跟我朋友有约要去纽约的曼哈顿那里走一走，体验一下繁华的感觉。你看现在是礼拜六，我隔壁邻居已经在放音乐嗨了。Yeah. 好，我现在准备差不多，等一下我还要自己尝试从这里的火车站搭到中央火车站，我不知道会不会搭过头，但 Let me try. So exciting. So, let's go.Goodbye. 遇到一个不会讲英文的司机，我真辛苦啊。正前方是美国国旗，所以等于说我现在是在美国国旗的对面 ，Information 这里。Hello， Hello， Hi， 终于乡巴佬来纽约。对啊，哎，要先别麦，要先别麦。超推荐的，超级台，超台吗？ Really? 来。OK， 超台，然后真的很烫，很台哈。Anyways， 我们现在到了一间有人声称的超台式 restaurant， first dishes， 香肠炒饭。Oh my god， 我的袜子也带了。哇，它还会自动。盐酥鸡。哎，炒饭超台。哎呀 ，Oh my god， 它是美国酱那炒这个炒饭。有吗 ？OK。Hey, what do you want to drink? I want dragon drink. Dragon drink and Trenta, Trenta size. Trenta size. Yes. 我好紧张哦。Dragon drink. OK， 我想要尝试点餐喽。我是漂亮的猫。Hello. I want one dragon drink, Trenta size, and matcha frappuccino, change oat milk, one shot espresso. Yeah. That's all. Water? Yeah. Can I?Yeah, okay. Thank you. Is it done? Oh, okay. 恭喜你！501块台币耶！点完餐了，耶！ Yeah, 是成功的部分，而且特大杯好大杯哦，它比台湾还要大杯耶。对啊。Hello， 你还活着吗？走，我们要去搭地铁了，但不是这个方向。哦、oh, ，nice。你来看看美国地铁 ，Oh my god！ 音乐还会传来一些尿味，然后很多人就在这边吐口水，然后有几个人就在吐口水。他没有人去清理那些地方吗 ？Hi guys。在录了吗？我现在人在我非常爱的美剧，叫做《六人行 Friends》的这个 apartment， 他们当初就是在那边拍的。Oh my god！ 我现在这边拍那个很美的一些画面。Let's go， Let's go。很灿烂呢，是原图。我现在走在美国的街头，是融入的吗？是融入的吗？融入，非常融入。好，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呢，我在学校跟一个德国女生发生冲突，法国吗？后面我才知道她是德国人。OK， 因为学校很多公共设施是学生可以用的，我们只要刷那个 ID 卡就可以去用。然后昨天呢，我们就差不多一群人，我们这一群人有台湾人、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我们就一群，我们就是在学校认识的朋友，然后我们去打排球，然后加入别人的那个 team 这样子。打完排球之后呢，我们就想要打那个篮球，然后结果有些人已经分散了，有些人想打了，我们就问他们说，哎，还是我们分两组，我们可以就是你知道比赛一下。我讲。
讲第一次的时候，那个女生没有理我，她就只是看着我。然后结果我们有另外一个台湾英文比较好的朋友，她讲第二次，那个女生她就英文说：“你们自己去玩吧，我们没有想要跟你玩。”她只是想要 be alone。结果你猜怎么着？她只想要 be alone 吗？结果呢，她就把我们 Asians 你知道排开，她自己跟白人玩。然后那些人也是我们的朋友。一看到这个状况呢，我整个火就来了，我马上打电话给她，我说：“我现在遇到种族歧视来，英文怎么讲？请告诉我。”后面我就走过去说 ：“Are you racist？” 她说：“啊？”我就说 ：“Are you racist？” 她说 ：“No。”我说 ：“Because we are Asians, so you don't want to play with us, really? We live in a global.” We are family, so maybe next time you can change your attitude, okay? 然后我就大讲一堆，你知道，人在那个什么危机时刻，那英文就你知道突然变得很好，我就大讲完之后我就直接走了。因为他说他只是想要 be alone， 然后他如果只是一个人在那边打球的话，我觉得 OK， 他只想要一个人玩。但是他说他只想要一个人打，但是他却又把我们的德国朋友、荷兰朋友带走，对，他感觉就很差，就感觉特别只是想要排挤我们亚洲人啊，感觉超差的。嗯、我还说了一句 I'm very very not happy in right now. Yes. 所以种族歧视是怎样的 ？Racist. Are you racist? Yes, racist. Dinner 来了，哎，一个炒饭来，先谢谢。台币要快600块。I will try it. 很普通，好吃吗 ？So today is a tired day. 你刚刚中午练习是吗？然后昨天我又听到他说他要玩到凌晨快三点。这是大美女。对，都是 straight man 哎，开玩笑哦。哎，这上面是葱吗？鸡肉啦。请您开。请你现在把你吃饭的标准降到最低。不行，你只要吃过台湾的炒饭，就觉得我 what is this？ 我喜欢美国的随性跟那种 freedom 的感觉。所以你感到 freedom 了？我觉得。我看他们的做捷运，然后他们的脸，他们的行为，就是在我在台湾是很难看到的。我跟你讲，我看不太到，你们就是陌生人，他会跟你点头啊，或者是要跟你交流什么的。然后就今天真的就是在碰到你，他真的是跟你 say so。因为我想象中就是他们自大，是没有，心很乱爆。拜拜。拜拜，记得下车哦，两站。好了好了好了。Hi guys, yeah， 我刚回宿舍，然后卸完妆、洗完澡、洗完脸、擦完保养品，整个人很放松，我很松。刚才跟朋友稍微去其他地方玩了一下，没有拍到，但没关系，已经储存在我的肉眼跟我脑袋里面。我好开心，让我跳个舞，让我跳个舞啊，让我跳个舞，让我跳个舞啊，让我跳舞。Oh my god！我这一次来美国呢，很多人问我说：“明轩，你现在在美国生活，你知道美国很多东西热量很高，而且东西都很大，你不怕胖吗？你时差调得回来吗？你 OK 吗？”来，我这一次来美国，我有带 Sugar Daddy 来，要不然你们以为我商务舱怎么搭档？来，这次 Sugar Daddy 名字叫做辛普利超浓代谢叶酵素锭 EX。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我要叶配的东西，我一定要试用过，好用我才会推荐。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上它了，我已经试用快两个月的时间，我是真的原地吓到，原地先吓到。我这就一句话要送给他，就是屌。他屌的地方就是，我老实跟大家说，我在台湾我是有严重的失眠，我没有在网络上面跟其他人分享，我是每一天我都想要尝试让自己有正常的作息，尽量在12点。以前睡觉，但我只要躺在床上，我就睡不着。我每天都快要凌晨5点、6点，那个睡意才会开始准备要睡觉。那个时候已经台湾的早上了，有一些阿公阿嬷已经起床，可能要打象棋或是开启他的一天了。那个时候我的睡意才来，我那时候还想要看医生拿安眠药吃。后来这个厂商就联系到了我，我就吃了它，我是吓到了。它是每一天睡前吃2颗，它的长相是长这样子，我只要。吃2颗，5分钟之后，我的睡意就来了。我没有在开玩笑，我亲身的案例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现在已经习惯这个叶酵素了，我现在只要吃完它，我手机就会关着，然后把东西给它弄。因为我只要躺在床上，5分钟后，我慢慢的就开始睡着。很多人说来美国吃东西会变胖，这不是假的，因为他们热量很高，东西又很大。光那个冰淇淋一球，你点最小的那个 size 哦，它就这么大颗，你真的很难不
怕。我这次来美国，我真的没有在害怕。大吃肉、大吃宵夜、大吃那种很油的东西，我都不怕。因为我只要每天睡前吃两颗，我早上起床就是直接去上厕所。艾琳呢，她很厉害。来，广告词来到讲一下。吃完本产品，睡得好，代谢才会好。怎么吃？睡前吃两颗。为什么可以帮助代谢？因为它有222种蔬果酵素加必需氨基酸。而为什么它可以帮助入睡？因为它有添加 GABAM 的色氨酸的这些厉害成分。掌声送给他。来，新普利超浓代谢酵素丁 AX 创伤，请继续存在，你很棒。我现在睡意已经来了。现在整个人状态很美吧？你看我现在是大素颜哦，我还是依然漂亮。那我再接个朋友，直接看到美国新闻片就到这里，那就未来见喽。OK， 没事，关心没事，不是该。Bye。